大概已经时间了吗？一分钟可能也不行。你来了吧？我从我是他这里合门以后啊，我是我在代表，现在马上要2分钟了，现在马上要2分钟，15分钟啊，15分钟的，这个可能有点录不下来了。 那边那台白色的是海天啊？啊？泰瑞吧？泰瑞吧。嗯。它就是没动嘛，好像。开着了。啊？开着。开着了。它这台是打什么的？你是大检查机？1800了。你是大检查机？对。 老板，我一看他是他，没有。当时我们觉得他也过来啊，来谈这个事情。我们是觉得，我们是觉得就是不大，不大，不大，啊，不大可能。哈哈哈，没想到他那么高，他是一个改，他不可以那个。 抽烟的，没看见过，不知道。上次抽烟，啊，拿了吧？抽烟，但是没见过。呀，没见过。<笑>我们到我们这里，包括到城里里面去吃，啊，那肯定抽的比较少，不多的，没怎么太大的运营。 7分钟了，应该是10分钟左右，14分钟，15分钟左右，一个。反正刚开始过来调的时候是10分钟左右，1小时打4轮。啊，这个东西啊。
不过我在想，昨天他们说的装一个那个什么东西的话，拿我看看也不太好拿。装机械手啊？不一定装机械手，你说哪怕装我们那个昨天王经理在说的那个那摇来摇去的人工动的，我看也不太好拿。你说呢？他得两台机，一个是看着也可以。因为什么？它整一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啊，你如果说要把它往上去的话，万一它那个这一头那个卡住呢？那装那个东西单压太高。要装好还是直接送过来？啊，那个就是那个他们不是说有那个什么来的？就是相当于是也是跟平台一样的，也像自动带嘛。啊，是哎那个。自己会那个运动出来那个啊，啊，听说他们又在看过去了。那肯定要装过去，他说还是要做大一点。他们那台泰瑞买了多少钱？不知道，没打听过。然后这次的话，应该是单比泰瑞便宜的。他这台早，他早，我们这台还今年，对，今年的，那三台是去年。我那边那台可那边那个小一点，九百的呢。哎，你十分钟了。啊，十分钟。妈，他这个，他每天的料也不好做呀。一个产品好像都，好像十几公斤，三十多公斤吧。这是四台，2800嘛是35公斤，32还是35的？好像他说的不多吧。就那个，十几分钟。那边那个1800的是23公斤嘛？啊。这个好像是2800的，好像是32还是35。34了，反正32还35，这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
十二个。四百五十多万的。